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节暨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九日在县立体育场登场，因为疫情暌违两年，县府以办喜事的心情盛大举办，与族人一起精心筹划文化节，就是要带给大家最丰富与精彩绝伦的节目。那我们这个文化节是号召26乡镇的族人通通都回来哦。那看到那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体会他们在地的舞蹈，然后在地的一个竞技。那今天的竞技也会很精彩，虽然只有六队，但是有300个人一起来参加，我相信绝对精彩可期。县府呢在旁边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政令的宣导，再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朋友们能够呢了解我们的一个福利，让他们呢能够尽快的跟这块土地来做连结，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县府是他们最好的靠山，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彰化绝对更好、更棒，而且更有特色。难得一年一度在这个地方相聚，我们今天都带着非常欢乐的心情，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热闹的一个活动。我相信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族人呢，一定都非常的欢乐。因为一年一度非常的难得，也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王县长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活动的支持，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大家一同相聚。潘福来长老引领各族长老祈福团进行联合祈福仪式揭开序幕，感谢主灵的护佑，今年参赛队伍进行舞蹈及体能竞赛，还有超过25摊原住民市集、传统手工艺、原住民美食及农产品特卖等，现场欢乐气氛嗨翻天。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